救援赈灾机器人。机器上方荧幕会记录实时资讯，首先取得要运送到灾区的物资，再移动至定位区，并以三轴陀螺一效正并移动。过桥后把物资放在指定位置，再定位移动至伤员所在位置，并原路返回。辨识位置，伤员送至指定位置，如有紧急情况，可以把机器人切换成遥控模式并加以控制。也可以以远端方式来控制机器人。